女子走进商场内，不停徘徊，来回走动，东摸摸西摸摸，假装挑选衣服。下一秒，女子趁着店员不注意，将商品藏入包包内，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开车离开现场。女子动作熟练，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犯案。新竹竹北这名26岁黄姓女子，专偷 Hello Kitty 商品和名牌包。不少店家遭窃后报警求助，员警锁定女子行踪，趁着她跑到新竹一间商场，打算再次犯案时，上前将女子逮捕。她有窃盗，哦，我们是竹北分局，刚刚跟你讲话的时候已经有表明身份了，没有问题了哈。光是五月初，新竹竹北就有三家店遭窃，损失金额超过24000元。趁店员未注意时，剪掉商品标签，放入随身背包内，随即趁乱离去。只是警方找到人，不仅找到失窃的商品、名牌包，还搜出毒品安非他命，全案已请新竹地检署侦办。东森新闻地方中心在新竹报道。